Ngayon, tanggap.12度，超级冷。这个蛋糕烤出来有点臭臭的，有点臭臭的。哎呀，哎，那里面是芝士啊。这个蛋糕一点都不甜啊，姐妹们，它就只有很醇厚的那个巧克力香味儿。
我儿子太好了，他给我倒水。你们看一下，中间就是加点蛋糕片，烤好吃你吃吧，妈不吃。
最近家里面巧克力和奶油买多了。什么鬼？流口水。